恁大家冤枉是啥物？钱呢？人无怀才不富啦，咱若是想要好嘢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是专门管鬼鬼王，人来我家就死路一条。任务完成了后，咱三个人就能翻身变做好人。哎，两位哥哥，咱这届若赚到钱，你有啥物愿望？你要创啥？我的愿望就是，我要摕到钱，请医生替我妈妈当心脏的手术。去一栋豪宅，看伊是不是搁敢看我面。我的愿望哦，不管我人伫倒位，家永远拢恁无我囝。我想要办一个足轻盈的婚礼。一世人，我一定让你过到幸福啊！嘛，永远孤孤单单，别挑解侬，永远拢别分开。相信，愿望就会实现。兄啊，发达啦！你有想要来跟你这结拜兄弟一口踢开唔？你别知影，一世人我上注重的就是兄弟情。现在可是我什么拢唔知影，我只是把酒客上你，无想甲你计较。你敢不知我甲你姓公阿伯是差伫咧倒位？是差伫咧一个是娶千金大小姐，另外一个娶的是陈卡斯。所以你阿伯才会当点混到你，才会当安尼一直甲我打铁涂骹的。卖了尊公，你对人买什么名牌就是贵妇，气质是天生的，用钱买袂着。你就是。总是认为有钱的人上好，我就是爱你的钱，你有钱哪里？总是我孙丽红的功劳。我嫁伊，从来都不把丽红当作是我的结婚的对象啊。我无胎啦，我真的无胎啦。万一让信公知影，是我用尽心机才能变做周太太，信公，你会真我疼。家和万事兴啊！我永远永远都是对的。小春英公司是不是要去美丽家园啊？啊，到时阵叫去订一间啊！只要我搁较拍拼一挂，你一定会当完成买厝的愿望。有梦最美，早日完成你的美梦。爸爸要下班之前哦，这女魔头就要找咱麻烦。任性、傲娇、阿爸性格又个怪，仗势欺人、霸道千金。这样，真的。万姐，我介意你。爸爸，这个包包爱你几啊个月薪水，你竟然敢家摔掉？专门咧找阮有钱人的麻烦，搞阮当作是 ATM 提款。啊，是我老了嘞，甲阿姨斗煮食。没用的，等你一出事就是千金大小姐的命，所以你还是莫做一挂家己较无熟悉的代志较妥当。对员工的态度羞耻。这就是恁看到我无拍招呼的下。出门二十四点钟。就爱阮提着这个标案 ，so no pain no gain。你是我本家唯一的接班人，你有这个责任爱完成爸爸的心愿。这个标案，咱盛发集团势在必得，向前看齐。我宁愿提着这个标案。万劫干爷，然后到底是啥？大哥，咱两个人联手合作，效果袂歹哦。老陈，我介意，真久以前就介意。是护理一来搞检讨的事。国华知影你客气完工，你这个副总卖做。妈，
你可能唔知影，平常伫咧公司趁钱对我来讲有偌重要。直接把我害死！为什么我的人生一直好急流在走？我的女朋友，有我的爱。爱情要面包来配好吗？跟你做伙，你底下幺八都有啥物跟你做伙啊？李东元男朋友是一个外送小哥。我是卖只有你好无？就算其他查甫人对我搁较好，嘛无可能好无？副总，有人爱撞钱呢？无记，该检举。我是无钱，我还袂散车，较会去盗用公款。你是想要一个家庭，还佫需要两边顾好，想做这么困难？为着咱全家伙的厝，你一定爱忍耐。四叶草，恁哥是讲恁是讲啥幸运草？哈，我甲你跪了好不好？恁只不过是人人拢会当待一枝草，你阿阮家心碎的狗，敢有需要为着一间厝？大家安尼受苦受难，咱爱有家己的厝，安尼才会当安稳过生活。我跟伊绑手，无想要做狗，想要做人，第一动就倒去食家己。恁就是做社畜的命，别人人把咱当作路边小草，啊，不过咱爱做一个互人打袂扁的四叶草，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加油！过正话，要照顾伊个母亲，我都一定会做到够。即卖你是要用什么款的理由去找郑慧英母囝？遐拢是袂见光的代志。这世人哦，我唯一的愿望，就是找到恁爸爸。郑慧，找这个人这么困难。我妈妈早就伫二十八年前，伊放生你，放生了这个家，我是要叫啥爸爸？无你家己早就该死啊！你找二十八年啊，无任何结果，表示这件代志已经结束啊。这个查甫对我来讲真重要。对于真重要的查甫人，到底是啥？在阮家大扫干，家做伴人，阮媳妇是足老贤惰的。啊，未输我孩子嘛，就是你戆的。我爱你，是白干净，我是三毛给你毕业的。我恁小摊，学霸奖都是恁家的物件，这有这种报应？你以前跟雷恒心是有什么恩怨？我已经还有这件代志，变成一个弟弟。爽！我人拄一刀的感觉啥款？你这不是在做生意，你是在向我宣战。你也不是白雪公主，我嘛不是坏皇后，我想要做你海里。我会想办法，袂让你受你心不会气。什么人到底是谁？我跟你说，你连这段婚姻内底，你跟你妈妈都是受到我温情的啦。你是叫我改姓刘啊？认错人名啦吼！你敢那会记？水塌起来。你只是一个家里人啊，是有人煮水也要做的。是你叫我去学孙丽红的嘞？我是叫你去学伊的穿衫，不是叫你去学做菜。伊不是你的出气。伊是本家的女主人，伊所为不满，敢是要甲信强阿伯拼一个输赢尔。爸，你敢真正要救一个反背你的人？总经理的位置，敢有比咱家庭的感情搁较重要？你若认为无重要，让好我来做。注意。安迪罗爱比人胜过爱江山。你什么身份？咱能甲伊种查囡仔，凭着这么善解的人，无得靠出卖家己的身体去行者。李冬雨，你劈腿了？陈小春甲伊骂，就是里应外合出卖咱的公司。你假做甲伊话，假做甲我告白，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。开车。小春。你上呀，偏偏就是讲家己会当麻雀变凤凰。
工课上的代志我会当忍，啊，不过若是欺负我的妈妈，我是绝对袂忍。真正凶手不是伊，是孙丽红。你给我猜错啦！好啊，为了阮家的平静，我只会当牺牲。拍算要干，剩我一张99%，指定留我正位的物件。这么多年来，杨明杰替你拍电话的，是我彭耀武，不是陈进辉啊。陈进辉是啥？这其中一定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妈，人是会变的，就算恁感情更加好、更加亲，也是袂堪要这个世界的现实。陈进辉无在世上，伊为什么这么糟糕？我只是要提一个当体贴，在我有需要的时阵，会当温柔对待我的家吼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、讲我三句话，就讲是对我施舍无悔的女王。家英，我回来了。我红的心肝根本就无我，干那有别人的某。孙丽红，我已经不是过去迄个水在人欺负的钢铁匠。那不是我要来救你，是你爱来救我，放你煞。来，我介绍阮爸给你一个。容易好啊。相信，愿望就会实现。明晚八点，请准时收看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